怪了，我记得是这里没有错啊，该不会是我记忆力变差了吧？奇怪，是这里呀、啊，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哎，该不会我也迷路了吧？老公啊，你刚刚有没有下错交流道啊？没有啊，哎，怎么这个地方感觉那么陌生啊？你得快一点啊，不然你得先找个厕所给我，我可是快尿出来了。厕所刚刚不是有路过了吗？好像是哦，那我们回头去看看吧。啊，哇，怎么有那么干净的公厕啊？厕所好干净哦，完全没有异味。爸爸，这里真的是我家附近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哎，你们看，外婆。哦，耀文，您来啊！哎，外婆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妈，你哪在家啦？哦，我在家里进灰啦。这个地方怎么变得这么漂亮啊？而且你们看哦，哇！绿油油的一片呢，哦，那里好像还有菜园呢，感觉啊，这里的路变得平坦许多，不再坑坑巴巴了，简直就像个观光风景区啊！难怪我刚刚根本认不得啊。咱这的里长哦，有够热心的，啊，拢安尼动员哦，叫大家出来关心社区的代志啦，哦。啊，大家拢招招咧吼，讲爱来整理社区的环境啦。啊，古草的古草，清水沟的清水沟啦，吼。啊，还有咧，啊，迄个啊，足侪厝边哦，都拢咧捡回收啦。哦。啊，有闲的人哦，就伫炕底下咧种树啊。回收捡了吼，垃圾就减少啊啦。啊，即马规个社区内底吼有够清气的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亲像政府咧讲的，讲好做环境清洁，超日感瑞哦。妈，啥物叫做环境清洁，超日感瑞啊？环境清洁，超日感瑞，意思就是讲，像咱遮庄家哦，那个迄落环境卫生若无整理的时阵吼，乌尘啦、蚊啊哦一堆哦。啊，迄蚊啊，共咬着，搁会看病。啊，是啊，蚊啊足多，还会有登革热诶。就是啊，啊，即马安尼规个变甲遮尔啊清气吼，蚊啊减少啊。诶，啊，登革热嘛未传染嘛，无机会啦。妈，那我明白了，超日感瑞啊，就是政府啊，现在正大力的在改善我们社区环境、生活品质诶，让我们啊，就像住在瑞士，还有日本的那种乡村风光一样。天天啦，就好像在度假。啊，又开始聊天了。啊，大人讲话真无聊。哎，外婆，那里是哪里呀？那边哦，是社区办活动的地方啦。今天有在做手工皂呢。哇，自己也可以做肥皂啊！是啊，来，我带你过去。来，小文，啊，这位吼、哦，爱叫你表白啊。耀文好。哦，你好乖咧。伊讲耀文讲要来做手工皂啦。品轩过来，品轩。好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耀文。我是品轩，那我们去做手工皂吧。好。咦，这里怎么种那么多盆栽啊？还有这个是用树干做的，好神奇哦！对啊，这些盆栽都是社区里的叔叔阿姨们自动过来种的哦。而这个盆栽啊，是用被台风吹倒的废弃漂流木制成的，很可爱吧？哇，原来废物利用也可以做得那么好看啊！对啊，而且这些盆栽只要有人需要，就可以免费拿回家做装饰，或者是摆在上班的地方。这样一来，环境就会有了不一样的变化哦。生活环境都被绿化之后，还可以节能减碳呢。
啊，节能减碳要怎么节能减碳呢、啊？哎呦，你想想看，如果在你居住的地方种了很多绿色的植物，不是可以抵挡很多阳光吗？像我们社区的区公所顶楼就有种了很多植物，这么一来，整个公共空间都绿美化了呢。你们的社区真的很不一样耶。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社区啦，如果你上网搜寻 Eco Life， 就可以看到很多社区都有进行大改造。你也可以透过通报的方式提出你觉得脏乱的环境地点，这样一来，每个社区都有机会变得水当当哦。Eco Life。好，我会记得回家上网找找看的。谢谢你，不用客气。那我也来帮忙种一些小植物吧。好啊，走吧。爷爷。哦，耀文啊，你们到了啊？对啊。阿弟，好久不见了。爸。你在贴什么啊？这个布告啊，我们社区里啊有几个地方电线电缆圈的到处都是，里长呢请人来统一整理，我出来帮他贴布告，通知那几天那几条路的路边先不要停车，这样比较好施工。我们家的巷子口啊，那些电线电缆都牵走了，你等一下回到家都看得到了。啊，这个公布来了，好特别啊！是不是有特别设计过的？那当然啦，这里都来行的呀，你一看就知道。我们设计的公布栏还有脚踏车架都经过统一设计过，看起来也不会那么乱。哦，是啦，观光客来这边骑车呢，也比较好停车。爷爷，哈利是怎么了？怎么一直想要跑出去？啊，要我呢？爷爷忘记了，出来就是顺便带哈利去大便的。你看，哈利快提醒我了，还记得那边的公园吗？啊，我们一起带哈利去吧。好、啊、，OK。哈利，走吧。走吧。爷爷。啊。哈利好像大完了。是啊。那。铲子和塑胶袋呢？啊，铲子在这里。铲子在这里。塑胶袋嘛，对不起，忘了。哈哈，不过没关系。耀文，到那边买一个塑胶袋吧。塑胶袋？是啊，是啊，你找吧。怎么会有呢？原来这里也有放塑胶袋啊。爷，原来公园里面也有放塑胶袋哦，难怪公园里的狗屎都不见了，变得好干净哦。嘿嘿，小措施就有大妙用哦。嗯，我们来一起把狗屎清干净吧。好、啊。耀文啊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妈妈，妈妈，你们看，今天去外婆和爷爷家拍的照片都好漂亮，我都好喜欢呢。那我们可以去别人社区看看吗？我透过 Eco Life 在网站上查到了这些资料，原来啊，在全国各地都有在做营造永续优质环境的社区改造哦。我还发现很多漂亮的地方呢，像你看，在高雄大树区的这座桥下有一大片的花田，还要到台南这个有机无毒农场参观，还要到台中县的池上乡去找独角仙呢。我想啊，我们这个礼拜六就一起出发吧。